我直接投下去了。三立大乐透，一共有多少现金？夺得$63,300的是三立是不在客气的啦。报告总经理、董事长，我想去主持全明星运动会。三立才是真正的第一名，你讲对不对？ 三立张董任务豪发1.5亿年终，吴宗宪喊话想主持全明星 ，Party Rock， 嗨起来！ 集团13号举办年度尾牙，席开120桌，超过1500人共同参与。董事长张荣华自组义务9天团，尬舞潮到出水。我的腰力还不错啦，我坐高铁已经办票了啦。你们要趁着你们年轻哈，尽量多做点事情。我如果早30年哈，我应该可以出道了哈。我祝福大家。 台北市长上任了半个月，他们的团队创意可以写出这么好的春联，啊，真的很会拍马屁的，对不对？好想看、哦！不过该拍马屁还是要拍啦，祝福大家，兔来中华富贵。 三立今年在金钟一共入围16项，荣获5项大奖，在各类新闻奖项中也入围16项，抱回9项大奖。今年呢将发出最高 2.5个月，超过1.5亿的年终奖金，尾牙更颁发破百万奖金，近50万的礼品为老员工。三立大乐透，一共有多少现金？请揭晓。56万。 我直接投下去了，加码，所以变成66万。事情越来越好玩，张董很好玩。我以为我会暴富，但是我没有。高城部在哪里？ 夺得63万3100元的是方顺福。我今年的加码是加倍，直接就在20万，一包10万块，两个抽到两个不在场证明，难道不能抽一个在场的吗？第三个也不在现场，那你觉得这尴尬了呢？不在现场的我们抽到有为止。 三立是不在客气的啦。除了奖金给的阿萨利，董事长也颁发感谢状给三立台湾台播出20年的草地状元主持人黄希田。从30年前的录影带到现在，剩下我一个艺人，连恭喜三立呢，跟他亲情我家己的厝同款。我可以说是三立的家人，可以说我两个孩子，就是三立把我养大的。 我有跟董事长说，我是不是可以休息了？因为已经快20年，那董事长跟我讲要超过，一定要20年哦才能休息。啊，今年已经23年了，可以毕业了。再说现在我是草地状元毕业，不是黄希田退休，我还要认真的，这个为我们三立服务。 随时欢迎回娘家，什么地方都不一定要去，对不对？但是三立就一定要来，三立才是真正的第一名，你讲对不对？对。报告总经理、董事长，我想去主持全明星运动会，看会不会到人家香龟去住一晚。我平常在三立露营的时候，就住对面这一栋，大家也知道，我都睡沙发。我床。 我床都没有在打开，除非有客人来。待会啦，我们现在把握时间，露露，好，先来讲几句话，简短跟大家说几句话来。什么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阿达，祝大家兔年行大运，很好 ，surprise！ 抽奖就是这么快，对不对？讲一下就抽出来了，哎呀，过瘾，对不对？谁推我？谁推我？等一下，哎，谁推我？是不是阿达你推我？
too late to apologize， 包包太重了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应该是包包太重，往前请喽。那妹。笑不理的不理我不理解，为何有这么多的不舍，我明明自以为自己有多的不值，于是就出于不值得处理你，但我眼里看的你是出于把你彻底伤害，或者看了一眼笑，为了那种过于你的爱，我看了放你好友，为了你的互动，明明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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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你的如果我这次也爱一